一台啊，现在什么车你知道吗？那个 CT200H， 好，他那时候外表都弄好了嘛，后来我在开的时候我发现啊，底盘有一点异音，好，现在很简单嘛，把它顶起来，我请小曾去看一下，我们去看一下到底是哪里坏掉的。这个是什么？比较欠派的哈，比较欠威啊！我看刚刚破去啊，威啊，威啊哈，都威都威，比较欠嘛，这里从这边破掉了，从里面，从里面破掉了，对，看得到哈，嗯，这是比较欠，哦，比较欠好，比较欠的换，但是我塞起来抠抠抠抠抠抠嘞，敢会避震器派去？都爱看啊，爱看了对吧？人看不上啊。哇，这个是这个是面顶，哇，上面，嗯，这个哇，上面有破去啊，这里吗？上面这个，对对对对，还有破去，还有换掉，所以两边都是你要传派去啊，嗯，哎，你要签，你落了，用面对啊，对，来哦，放出来哦，别大地吗？多地哦。有是 CPR 的，没有、啊，这不是啊，这是摇一下有没有异音啊？想换我，想换我声音不？如果在摇啊，在动啊，如果上座坏掉，它就会一晃动啊，声音啊，会有声音。没有声音。哦呵，感觉避震器是好的，那就很简单，我们先叫低压枪穿上去，再开看看，如果没有声音，那就是低压枪的问题而已。问好了，原厂的三，当然不知道原厂，说三五的一支大概1000块左右，啊，副厂的大概一半的价格，450左右，这样。这好便宜。对啊，所以那个因为它只有一支铁而已，啊，两个接头而已，嗯，这样算以其实都不会很贵啊，嗯，所以我就只觉得你要价不能，哎，那什么牌子的，多大差不多这个价钱。那你刚刚叫的是原厂？哎，我还没叫啊。对啊。但是要叫一定要叫好的，我没有叫那個，因为那不是说差很多，如果是10000跟5000，那可能就选择，嗯，哦，那5000就好了。对啊，因为两只就2万了嘛，嗯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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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啊，等一下，哎，欸，对，忘记叫，我等一下叫他。没有啊，你给几千块嘛，财务刚提供千几块。没有，有些不好拆，真的比较贵啊。有些真的是要为拆这个东西，要把，比如说要把轮子拆下来，那工资当然就比较贵。好好好。把它拿起来给他拍一下。起来了，啊！啊，你好听，你工资敢上？是吧？一两平的头啊！伊主要是拢这派去啊，这派去掉车，就会扣扣扣扣扣扣，是吧？这都破掉了，对啊，都破掉了，对啊，都破掉了，有没有？都破了。哎，那是固定的，啊，上下这样固定，嗯，哇！啊，你知道这个像这些钢筋要怎省啊？怎么省？你看它拆的时间，嗯，啊，越紧就较俗，较紧就是300-600嘛左右啊。你今日去咧拆半工啊，伊叫你收300-600，敢袂好？袂好嘛，对啊。像我啦，拆这哇，就是5分钟啊，我也是去放一盆油下来拆，安尼感觉较久，对啊。安尼钢筋该搞个哇。坏的蛮彻底的。对啊，有啊，唔知 lucky 无，不会掉啦，这种还不会掉。有啊，你是设计安尼。嗯哼。好，换掉就对啦。换掉就对了。咱今嘛要来去试底盘，
车要用到很安静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它引擎没有发动，所以你就很安静。如果一点点声音，你就听得出来。哇，就这样掉？看逼真性吗？不是不是。我不知道，你快相信我啊！来，我得照啊。嗯。你再听啊，我刚刚也变成气派。你好像你还是你要你要开关玩的吗？我开啊，赶快落挂呢！开，我开，我都听不出来是什么鬼。菜，对不对？不会啦，菜逼吧？菜不该死，真的是罪该万死。录像音也不要去上台，开无搞，哇，开卡济，无言，就是这样。之前有客人打电话来说要来修理，啊，他问我说多少钱，啊，你知道我怎么回吗？我说我们整理没有再没有预算的，嗯，因为这个坏了就一直花一直花，花到好为止。所以他有时候会一个，比如说要花他的局限才一万或两万，我怎么换呢？一组变器就没了啊。对啊，对啊，你换变器没有用嘛，你三角架还是坏掉，还是有声音啊。所以我就跟他讲说，那你就不要修，因为你。因为 你有金额的限制，那修起来真的是做半套而已，很容易你声音又出来了，或者是你花了一两万，你觉得声音还在，那你花这个就没有意义了，没有意义，没有。越起来开了，开了后，来哦，注意听哦，哇，通了，感觉比较明，比较没那么明显的，对啊，对啊，还是有啦。啊，不过这些我逐天拢听着啊。我的夜车，我的车对吗？夜车就蓝黄路你讲的。我的车除了喇叭不会响，其他的都在响。好、哦，啊，你应该讲说这些年存了一点钱了，好、哦，就该换了。我就忍痛了。花了一个啊，多塞，把自己耳朵塞起来啊，这样就好了。不是音乐放大声一点就好。对啊，你知道那个林健不是很喜欢 K 8啊，那改装的车啊，那声音都放得很大声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对，就像你讲的，因为底盘都是 K 口口，内装起一甩甩，对，都是声音，所以只要把用音乐把它盖过去，是不是？好，再会了，再继续调教。声音是不大、啊，声音还有一点点。不行，我的标准这样是不行的。是的，对对对。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假设我们今天卖了，客人发现他是会回来，嗯，对，这样也是疲劳。我们要处理到好，确定没有问题，才可以交到客人的手上。所以这台还是没有卖掉，我们是要先把它弄好。到底什么？哇，像那样嗯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控制一下吧。哎、欸，阿姐这边考虑换者。买。买。都不适合我。你那不爱家己开，提来开。这休息的。这不适合我。对，这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菜。不是你的菜。这不是我的菜。对，不是我的菜啊。对，我赶快来看看。但我不知道是到底是风扇机啊，还是听讲在修我变成避震器。哦，我变。你去，你去捞一下，你去捞一下。你去捞一下。晒，晒。你晒，你晒到里面。先啊，不要晒。我今晚要晒汽车啊！我刚刚我开了，现在我换小程，哦，开看看。在流放台。哇。目前感觉还不错，目前很好，没有声音，哎，开气啊，出来就有了。话刚讲完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要刚刚出门哦，耶，出发。
啊，我们现在开玉环东，对啊，然后简约，对不对？之前前我这一支是什么巴打有没有？对吧？贴成卡梦的，那卡梦的，对卡梦的，对吧？哈，先弯麦，麦弯了盖，快换掉，回屋了。水咖呢？水咖呢？啊，泰山都冇搞阿妹。今天天气不错、啊。哇，现在天气刚刚开风机耶。平面要烂路，所以泰山说环东很烂，可是高速开不出来。对、欸，你的车，你要买一台无？车，你看你用在，你什么人？龙德啊？啊，打掉啊！你卖好看？你卖咩？卖啊！等我电影里破百万的时候，我靠！我到对啊，刚刚我们开了一圈嘛，回来哦，一般一样有一点异音哦，一样我请小陈再去帮他做一些处理啊、哦，看哪里坏掉再帮他换一下东西，反正老板不在，开了的地方哦，处理以后，他会等来看的碎碎啊，安尼得啊。是不是问题啦？对，开瑞，好，那等下就请小陈，好，一样把它顶起来，看什么东西要换，对啊 ，OK， 开瑞 ，TD 200H， 哦，影片刚刚看到，我已经处理了很多了，好啊，还有记得一件事很重要的，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好，小铃铛，哦，没有啦，小铃铛啦，还有一些哦，你看记得哦。因为你要分享啊，注意才看得到。因为后面我有一些要去一些东西，比如说我在维修底盘的异音啊，好、哦、一些东西记得，好、哦、你有订阅才看得到后面的哦，好、哦、记得哦，好，拜拜。你知道我第一次开这种车啊，嗯，哈，我就这样嘛，坐进来嘛，钥匙在里面，嗯，啊，我就这样嘛，它是 IKEY 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、啊、，IKEY 顾名思义就是这样压。我以为是按锁没有发动，我就把它再压一次，又熄火了。嗯，奇怪，我再压，有没有？没有那种砰发动的感觉。后来发现啊，靠腰是油电，是油电、欸，现在已经发动了，有没有？真的很不习惯。好、哦，我听见。